哇，弟弟，这是你画的画哦。跟我的衣服一样。对耶，好厉害哦！你画了多久啊？我画了30分钟。你画了30分钟哦，你有测试时间哦。哇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你看你自己衣服就可以画了。我要看一下有没有很像哦。来，站好，站好，站好。好哦，你画的是相反的哦。烟的话在这边哈，烟囱在这边，那它的烟囱在这边，那这个扫地的地方，哎，不是，这个是破风口的地方，在这边哈，你画在。什么破风口有这种地方？哎，我也不知道这个要叫什么，反正它就是斜斜的一个部位。叫什么？因为我不知道那个部位。刮雪，刮雪的哦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是刮雪的哦。哇。我这就在那里，停下停下，哎，开过来，开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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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他就这样，他就这样，他就以前的火车，他就没有这个。它哦，就卡住了，所以必须要用这个来刮掉雪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真的很厉害，很像。那来，个电力火车也要这个啊？为什么电力火车不用这个？我就不知道，可能电力火车没有经过有雪的地方吧。我帮你说好，好不好？雪的地方。哦，好好好，那下次叫小点号装这个好不好？好不好？